大家好，我是小辉。今天下午和大春接着上山去捡柴。我们这儿的天气今天已经非常好了，已经化的都不行了。你看看，春天马上就要来了。我们都已经感觉到春天的脚步，跟上春天的脚步，快点的。那个如果是再化的话，就不能上山了。对，那个雪呢，化了就在山上采购就拿不下来了哈。不好走的。不好走了，完脚全是大泥巴，到时候也。哎呀，上山捡柴去。走。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。时钟每天不停转呀转呀转，我的心思也就有那365个。每一分钟都会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理想的风环绕着我。我祝你，我妈呀，吓死了，你好害怕呀。那不可以啊，我怕你。一拐弯就到这儿了。上家就原先看看鸡。看一看去，去吧。你咋的咋的啊，今天还种点啥呀？今天打算种点啥呀？今年呢？还是苞米，就是苞米黄豆。对。哎，这玩意老能吃了。我记得你不还整个那个小狗吗？还有个小狗吗？啊，你都没领出。我看他有点害怕，他有点长得害怕，吓人。他就想不走，我扔了呀，可别来呀，我害怕你啊。不咬人呐？啊！你看我干三个蛋呢。我就盯着三个蛋吗？啊，行，三个，这三个。我看看。开心呐，有蛋就开心呐。这道路都开始化开了。啊，道都化了。这个地里还有很多。小河弯弯入海港，回头望望海茫茫，完了又跑调了。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。哎呀，不唱了，唱太不好听，把这风景都给抹煞。这风景看不了几天了，马上就开始变。马上就变了，变的那风景会更好看。就开始换个样。还是老地方，还是老景象，童年的我早已了无踪影，眼下的路沿依旧在呢喃。上山，这不还是老地方吗？天边的烟花在青土方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是药材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一种什么药材。
点了，走，回家吧。嗯，哎，还是老地方，没拍了太多景色，只是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拍了一些景色给大家看一看吧。就是美。今天时间也是晚了一点，和大春在山上打完柴以后呢，就在山上休息了一会儿，晚了一点哈。上车，上车回家了。这松树多好看啊！你看哪，远处的风景更好看，看那云，云淡风轻。好一幅人间仙境。就在那里走啊。来吧，亲爱的朋友，来吧，亲爱的伙伴，开心吗？